Hello， 赶在柿子过季前给大家再拍一条纯柿子甜品，这个是超大的柿子雪媚娘。这个皮好糯呀，哇，这个好冰哦。里面有超多的流心柿肉，哇，集美们这流质感真的绝了。鹏哥，上班啦，工具人来了，说给你吃。哇，吃这么大一个，第一次让你吃到这个这么大的柿子雪媚娘。这个是柿子大福。你们觉得哪款更像柿子呢？哦，对你好吧。奶飞呦飞呦的口感太好吃了。哇，你吃了半糖。你把这吃完。好，就定做的。嗯，来吃。来，全是猪肉。原来是友情出演，不是爱情出演。你吃饭吧。啊，谢谢老板。还是直接拿个勺子挖着吃吧。
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柿子，你吃到了吗？这真的假的？吃到了。媳妇儿，这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呀？嗯。我以为你说什么？现在又叫什么呀？老崔。人最年轻，人才20岁。跟我一样大，我叫老许，他咋不能叫老崔？他姓崔啊。嗯，你的名儿自己起的。他叫崔什么？他自己给自己起的。崔健。崔牛。你叫崔什么？崔什么？他不知道，摇头。不好意思说。你崔多难听，老许好听呀。老崔咋好听呢？那你给他起一下。我不会起，老铁没起吧。来，我开始秒我的这个飓风葡萄，老铁们啊！刚才辣椒10个用了6秒，我这是8个，老铁，我这10个没了，因为那个破了。我看我能用几秒，好吧？好。秒表，弟弟。几个、啊、上面？8个。他刚才用了几秒？他10个用了6秒。六秒，十个。嗯。你8个几秒？5秒。5秒。来，准备好了吧？葡萄有皮吗？这个是那个果冻，是啊，像果冻一样的啊。这个不是真正的葡萄。你慢点儿，别噎着。直播间老铁啊，千万不要模仿啊！再说一遍啊，不要模仿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问粉丝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准备好了吗，老铁们？不要眨眼睛啊，嗯，也不要接电话，也不要切出画面啊。准备好了，打准备好了。不要接电话，不要发信息，然后不要低头吃饭，不要擦屁那个上厕所擦屁股啊，先等会儿再擦。对，准备好了是吧？好嘞，小迷糊蛋，来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练出，噎着了。我吧。哎呀，差点没缓过来，差点上医院，差点过去的呢。他怎么噎住了？来吧，来你来吧。太危险了，不要模仿啊！专业度的什么模仿啊？润一润。好了，下次再挑战你们。小辣椒，你属实厉害，现在。啊！3。给他们问他们准备好了吗？别那个，还用那个掐表吧？啊，不用掐。啊、掐个吧。我秒不够小辣椒。掐。啊，折扣。折扣用折扣还？我刚吃到了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哎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是吧？老铁们也准备好了是吧？嗯啊，来3、2、1，开始。咽了吗？咽了。2秒。2秒啊！小辣椒，小辣椒不是。对了，放点鸡翅。
这不就是充满了色素的小蛋糕吗？